鼻子敏感的人是如何养宠物的？我们家除了两只狗还有两只猫。介绍一下，这是老二六六，这是老三小虎。多宠家庭呢，每天必然有做不完的卫生，拖地吸毛，这都是基本操作。最近鼻子开始不舒服，除了早晚清洗鼻子，床上的螨虫也不容忽视。用过不少除螨仪，这款摩克除螨仪真的有在认真工作。它的双滚刷是双向内旋清理，吸尘的同时开启每秒14000次强力拍打功能，可以把深层的尘螨拍打出来。它还是双吸口的，强力吸出尘螨的同时还可以防扬尘，而且是双尘杯设计，一杯除尘一杯过滤，防堵塞还容易清理。床上这些掉落的头发也能轻松吸入，很难相信看似干净的床居然这么多尘螨。深得我心的还有这个一键雾化除螨功能，往里面添加除螨香薰液，加上 UV 紫外线灯珠照射，双重灭螨。